那么下一堂我为各位带到就是我们的新旗舰华为的 GR5 2017版本。这台产品是采用薄型的设计，好了，然后整个机身是做成圆润型的一个设计，非常的漂亮。那么它在荧幕的尺寸呢，也采用到 5.5 寸，是台湾消费者最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尺寸。它在镜头方面，我们也采用了双镜头，它是1200万加200万的一个对焦镜头的一个设计，能够让你拍出很多的专业照片。好，那这个里面的1200万里面不简单，它里面包含Sony的 IMX386 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，好，搭配 1.25mm 的这样的一个大感光镜头，好，所以我们再搭配我们的相位对焦，好，以及六面式的这个非球面镜片组，你可以轻松的呈现出，好，类似不输专业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拍照场景。那么规格的部分呢，它采用到华为自家的麒麟655处理器，搭上3G 的RAM 以及32G 的 ROM， 加上3330毫安培的一个大电池，好，让消费者可以有一整天的一个流畅体验。那这边有一个小功能是 GR5 2017专属，叫做 WiFi 调节器。好，举例来讲，各位住家里面比较大，可能特别有感觉是家里的 WiFi 覆盖常常讯号不够。那透过 GR5 2017打开这个调节器功能之后，它就变成你家里的 WiFi 的一个延伸的功能。你在房间之后，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WiFi 调节的部分，让你的家里的 WiFi 收讯变得更好。好，这是一个小功能。